多少天？你带他多少天 TI？ 一百一天。嗯。还一百一带？啊？一百一天呐、啊？哎，一百一天的，已经打三单了的。这猪仔，老手艺啊，这个是老手艺，我妈也手艺，老手艺啊，就毛关去了，这个像这个，我们农村每户家都会有啊。一家请那位这个篾匠在做这个东西，叫啥不知道，叫啥？叫不叫东西？不知道叫啥？这个尺子，都是竹子做的，老师傅啊。小时候看的多，长大之后就看的少了，啊！以前好看，有个少。以前这个很吃香的，是不是？早还是可以。以前这手艺很吃香的。我一翻一下。这位师傅是我们隔壁县城的。发源。这个老师傅说，12岁开始学徒，干这行干了快五十多年了。50多年了，我应该现在五十七啊，67啊。67了。对。啊，50多年了哈。对，他妈是见马还说的呢。还早。都学下老师傅的手艺，太快了，看不明白。工具打不冷啊，是吧？嗯，哎，在地面是拍，身高要在地面啊。不能给盖。现在一下雨了，下大了。我小燕子。这回来了，不看了，在那里看了一个多小时啊，做那个东西要3-4个小时，再看下去的话，估计要到人家家吃饭了。啊，爸爸，狗狗，带狗狗吧。